少爷以为你出车祸了，都快急死了。你闭嘴！车祸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们心都……少奶奶，这有些人啊。 以为嫁进了周家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哼，只要有我在，他就别想做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得罪了窦镇长，他以为他在这林鹤镇啊，就能过安稳日子了。您能跟我说这些真心话呀，宝儿真的很感激。您说，咱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我来这镇子上。 是要跟男人抢生意做的，这家里呀还要您帮忙照看呢。嗯，再说了，我嫁进这朱家呀，我就把您当做我的婆母，毕竟您说话，朱老爷是听的。算你识趣。这不，刚从南洋运了点料子，做了几身衣服给您，您看看喜欢吗？这是试穿给您看的。您要是喜欢啊。 就都给您送过去。我试试。哎呦，太合身了，好闺女。老爷，老爷，你看看，你看我的脸毁容了，老爷。 老爷，你替我做主，你替我做主啊！没说不要你，那人呢？还没找到。老爷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老爷，好了，滚出去！ 朱茂何时得罪了杨戬？难道是你？不不，绝对没有！我对朱老爷一向是忠心耿耿。老爷，您放心，杨戬肯定逃不出联合镇，我马上把他抓回来，当面和您解释清楚，绝对和我无干。 如果留着他，只是为了证明，就不必留了。
而是不说话的时候比较可爱。房子啊，在玩捉迷藏吗？站住！走，走吧。已经到终点，却相对于无言，错开的视线就像洪水在蔓延，谁又甘心被欺骗，爱怎么会是谎言。淋漓尽致的表演。